Sangye Langlu Chu Tin to Chute. What was the question we stopped with after the first class? Yeah, what are you gonna do? The higher beings want a couch in a luxury apartment? You know? By the way, I think it's gonna be fun to do shopping bags and stuff, like emanate as Dillard's department store or something. 那我们可以。 Okay. Lama Dang Sangye, what do the Buddhists want? And what does your teacher want? 佛教徒想要什么，然后你的老师想要什么？ Chipitin, Samantha Bhadra, what's that? Yeah, this is this Bodhisattva who, when he's making offerings to a Buddha, he doesn't offer one. 这是当菩萨供养佛陀的时候，他把整个天空填满了玫瑰花。 当你供养一朵花给佛陀的时候，就把整个天空布满红色的鲜花。所以他说，树品是供养云，这是很酷的部分。他说，想象供养的功能是要增加。 Yepa 跟Chinle，就是你在给你的上师资源去做他们完成他们的使命。So when you make an offering to the Buddha， 所以当你 供养佛陀的时候，和老师的时候，你在想我供养你，我为你所做的供养提供资源。那当我们供养老师的时候，他们的意思就是他们需要钱，可是不是为了他们，是为了他们的使命。 然后他们很努力，他们需要他人的时间。那我必须说，比如说在 ACI， 我们有很棒的翻译，让这个能够持续，所以是一个很大的国际团体。这有两个很奇怪的中国人。 华人他们就花了很多钱给这些翻译，把这些文本翻译成中文。So when you're thinking about gifts to a teacher， 所以当你想到要给老师献礼的时候。 他们需要支持去帮助别人，所以我们要一辈子的供养他们，观想自身变化处供养。 奉献师长、诸佛师长的，所以他们有很多人问我，他说你有可以给我有工作让我做吗？我就看着他们，这个人是否会努力。 还是我必须要教他们带他们？我知道你会很努力。这就是一种帮助。如果我必须要带他们的话，就不是帮助。所以那些很勤奋的人，他们会自己建佛塔，完全不需要我的帮助。
There's someone up there enjoying it right now. It's fun for me to watch people enjoying it. Anyway, 所以看到人们很享受是很棒的。It's very, very beautiful. 我看到了那个佛塔真的是很美好，真的是很棒。Made from our own stone here, yeah, which is really cool. All right, get 用自己的石头建的。So for dessert, 所以甜点。One day of the realms depressing meditation, trying to 经过了一天的冥想，用那佛塔是用钻石山本身这里的石头建的。Do some offerings to Buddha instead of like emanate. 那我们对佛陀做一些供养。Or as red envelopes, or as lifetime, like more life hours. Okay, emanate something beautiful. 化身成为一些美丽的事物，让他们可以用。Then we're gonna do a little more. We have some time. 我们会多做一个，我们还有一些时间。And by the way, I repeat that after this class, 我再重复一遍，在这堂课之后。高西尊者说他们会做 silence means for the online ours is at 2 o'clock anybody want to give a definition 结界然后你们就要静音有人可以给我形容静音吗就是不能说话 that's a funny thing、okay. 很奇怪I talked twice in my three years. I remember. 我记得我说了两遍。当我和 Christy 一起的时候，我们一起吃早餐，有一条很大的红色的蛇在他后面，就在他后面，然后我就说，走开。Got in an argument, I think, and it broke out of silence into words. Okay, all right, that's our dosungi. They don't talk dong. Lu longchu ni ni di dong chi ma ni ma dong. That's our dongi me. He says, when you're in your way, getsa. 当你给 getsa.的时候，什么是 Gisa？ We had it a long time ago, like 10 minutes ago. 我们在十分钟之前就有这个。Your karmic seed account. 你的业力种子户口。Don't choke here. Don't choke. It's cool. Don't choke 的意思就是很酷去做，就是说你要把你的种子给出去，是可以的，把它给。给出去，然后你可以为 too soon 做。过去、现在和未来没有限制。你在十年前做的好业力，今天做的，两天后要做的就是。寂静，他说是可以的，你可以把种子给出去三次，在三段时间。可是当你讲到你的身体和你拥有的事物，你可以把你这一世的身体或者你拥有的给出去，或者是下一世，而可是不是你过去世的。我觉得这是可以辩论的，或者我们可以以一个当下的记忆给出去。他说，如果你谈到种子，去年的种子，你可以把它们送给地狱界，可能去年的车子，说跟
你十六岁时有的车，你不想要送出去，对吗？他说你不能这么做，可是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是可以辩论的。他说不要。他说就像我之前所提到的 Dongling Cup， 就是当你在做诗与受的诗的部分的时候，你是应该想人们需要什么，还有他们不足够的，然后你就应该用爱来给予。然后他说，持住那个爱的感觉，当你在做施与受给予的时候，你就用那个同样的爱的感受去做乐众。当你给别人东西那个很好的感觉，保留那个感受。所以因为我们需要这个心情，就是在做 low 众的时候，就是修心的意思。我们不是在锻炼我们的意识去做乘数表。那我们还有五分钟的时间。这是甜点。我的太太批评我说，你可以有甜点，可是不是第二份，不是两份。所以让你们知道我有个老板是好的。This is another quotation from the seven part Lojong. 这是七步修心的其中一句。修心指的是修菩提心，所以它可以个人化的。你可以给自己创造自己的咒语，在接下来的两天，你必须要对你所做的负责。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用妈妈的名字来制造一个咒语，就 Om， 把那个名字放进去，然后 Om Sugen， 这叫名咒。我就这么做了三年，我现在还在做，然后我在散步的时候会这么做。他说在古老传统里，我要一个咒语的时候，我会去做。当你在钻石山走的时候，你在运动，别光着脚走路，因为这里有蛇。那结果就是格西老师必须要筹钱送你去医院。那做施与受的时候，他就说用你自己的想象力给自己一个咒语，然后他举了一个例子。That's the one from the 12th century. 这个是来自十二世纪。But that one says, "May the
可是那个说到让所有众生的痛苦在我身上成熟，供养师长仪轨。我不喜欢，我要受苦，可是你很开心。那为什么不要你开心，我也开心呢？ It's called a sankhe. Sankhe means 可是它是叫做 sankhe。sankhe 就是你可以模仿的。你就静静的跟自己说，说一些对你有意义的事，有一些可以提醒你做施与受的事物。我会在星期五在我老板面前考你们，所以我要很性感的咒语来做你的施与受，你自己去创作。制作咒语是合法的。对，为你的施与受做一个咒语，你的咒语会是什么？不是在你冥想的时候做，就在你可能洗衣煮饭扫地的时候做。 OK All right. OK, well, I'll see you.